稍微重一点。对，那个重。卷卷。这个。嗯。卷卷。没事，你泡一会儿那一个。这个指甲变形变得很厉害，疼吗？就是紧张，是不是？你放松，也不会破，也不会出血。好嘞，好了，修完了哈，就这样修不是啊？啊，他根本就没有疼痛感，因为你每次都是等到发炎了，啊，很重的时候再来修呢。你看你的这个指甲，我给你来个特写，你看有个洞。我同学，我这个左上面这块，啊，就这一块，我们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不疼，是不是？嗯，这样舒服多了，是不是？我当时最严重的时候，这个指甲，从这底下肉扎出来，扎穿了，当时那个就感觉疼嘛。其实我，然后外面结痂了，结痂了以后我就给它挑开，挑开以后里头就是全是脓。嗯。然后我就弄出来一块指甲，然后发现那指甲就这样。其实我再等等，可能都直接长出来了。对呀，我们就喜欢修那样的，扎穿长出来的。太早了。我也不给你修太深，就是保证你这个修完了，坚持一个月就可以了。你就一个月修一次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每次修啊，你都是那个指甲扎肉一下子，都发炎发的那么厉害。你等到那个程度修，肯定是遭罪啊。嗯。下次来说就不害怕了。我今天在这看见你了，我强烈要求你修。哎呀，你看这个指甲抠出来以后，这个形状哈，得更厉害这一个。这是因为你不怎么去管它，你知道，也不修它。嗯，嗯，慢慢修，越修越好。真硬，也有绝好的潜力度。不传染，就是你老是不抠不抠，时间长了以后，你这个脚不敢正常走道，它就会挤着别的指甲。是不是没感觉哈？哦，我天哪，太……
这样太厚了。你看啊。